都提上去要有目的性，他们这两次很控啊，对呀、啊，这两次非常控，他们追高的，很好的，我追，所以说不要着急。我提上去是吧？对，就提到中间位置。他们现在知道你。我底线。如果他传给你，然后你这边传他传你的话，高门的话，记得我盯上。队长下来休息。好的好的。队长，您稍等一下。